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吼！搁再免热，搁两点钟，搁恁都会当回家。今日呢？在咱的这个官网啊，有打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张呢，民进党的官网啊，有一篇文章打出来。啊，咱那马上有人就传呼啊。啊，咱呢，在咱的官网都甲打一篇文章，这是民进党啊，算讲头一摆写批予台湾民政府。过去台湾民政府啊。这几年来，一直坚持台湾的法律，我无用感情，用感情嘛无效。若要用感情，爱讲啥？台湾爱独立啊！大家内心嘛拢知影。但是台湾我都独立啊无？国际法甲看起来很困难。啊，国际法看起来没有办法独立，国会变哪行？咱甲看。古今通和平条约，这是唯一会当决定咱台湾的命运的条约啦。决定台湾的命运的条约啊，那近代这个、一百年来的，干那两个，一个就是马关条约，另外一个就是啥？古今通和平条约，这两个条约会当决定台湾的前途。这篇文章，我估计是民进党的智库所写的。啊、我是感觉讲这篇文章啊，会带你讲我上课的时阵啊，提出来讲，因为伊内底所写的这法律，就是我普通时上课甲咱各位讲的。其实啊，你若去编咱以前我上课讲的话内底，我有讲过一句话，差不多甲七十期开始啊，民进党的党员队大量来参加咱初级班甲高级班的授训。诶，足多啊好呢！即马几第几期啊？我每一摆拢讲拢足准的呢。即马六十八嘛，啊，即马文章出来啊，差不多够互因写下去蹲一下。七十期开始报，迄、那个即、這个所在啊，差不多拢是民进党的党员。来，咱来看民进党写什么物件。伊写讲哦，美国的政策啊有法律依据，诶，这句真重要。咱台湾人，你讲台湾的地位都没有法律依据，拢是讲啥？讲感情的。我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台湾想要袂当独立，我问你咧，恁家的隔壁起甲足水的，内底装潢有够水，你足介意的？你再咪讲招五个人，你内底甲大咧，煞就甲讲哦。咱五个人来公道啊，讲这间厝谁的？会使安尼无？会使举手？那也是，我明仔去领导，我跟你讲，迄都唔是你无迄个主权嘛，啊，所以你讲公道够好无效嘛？这个以前地吼，我有发现讲，即民进党即朋友啦吼，因为特别讲吼，民进党真正民进党的人吼是无甲咱骂啦，啊，所以我讲伊朋友啦，啊，那较戆的队甲咱骂啦，讲咱诈骗集团。其实不是咱是诈骗集团，是骂咱的人才是本身才是诈骗集团。来，你来看哦，美国的政策有法律的依据，在美国军事政府的保护监督下，引进美式民主法治制度。咱追求的就是这个。咱有甲各位讲过，台湾民政府无要向中华民国接政权。咱是要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因为美国军事政府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咱台湾占领，是军事政府在咱台湾占领。但是因为当年啊，伊和蒋介石会得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所以中华民国若选总统，每年选总统的五月二十，美国的总统若无贺电。他不能就职，已经大拢看有啊！这侪年来，你应该看有啊，看足清楚的。
为有选总统以来，包括李登辉，包括陈水扁，包括马英九，你若动算要上职，若无美国的贺电，就不了职。上个清楚的就是陈水扁的第二任，伊要就任的以前，你唔知还过记无？迄当阵，美国贺电一直无来，陈水扁去问 AIT 的处长夏新查某的，夏新呢，含咱阿扁啊有交情，伊甲问夏新讲。啊！我已经动算了。啊！是安那美国的贺电无来，我都无法度上职啦。夏新甲阿扁讲：“你的贺电已经放伫奥巴马总统的桌顶，只要你若叫你的总选会迄、那个动算的证书甲打起来，唔免三十分钟，动算美国的贺电就会到位。”所以伊甲黄兆祥讲。黄兆祥迄当是中选会主委，你还过嚟记无？迄当阵哪个嘛知影这个消息？都懂，无爱互伊去打迄个做当选证书，所以迄工是拍甲密密麻麻，玻璃拢弄弄破，你唔知爱记哩无？伊强去打，打哩刷马上伊甲拆掉，但迄打落迄个动作有打嘞，相片马上传去美国。无三十分钟，奥巴马的贺电到位，但是夏新因为透露这个消息，美国政府改抬头，甚讲因为阿扁也当选了，夏新是第一个牺牲者，因为你将这个秘密甲陈水扁先生讲，来你也看这篇文章，美国政策有法律依据。2004年十月七日，美国前亚太助理国务卿谢瑞福表示，美国政策有依据，不会随便更改。伊的法律有两点：第一，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点，1979年台湾关系法。其实，台湾关系法对咱台湾是无好的，因为台湾关系法讲的台湾人也言语啥啥。The people on Taiwan， on Taiwan 就是表示对什么人较好，好对马英九较好。对台湾这个土地的台湾人，马英九讲伊是 on Taiwan 啊。咱真正本土台湾人叫啥 ？The people of Taiwan。所以台湾关系法，有的人讲哦，美国要保持台湾关系法 ？No， 我否，我不爱。你只要美国干哪？叫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好，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不是 on Taiwan。所以你讲美国人偌干巧就好啦。虽然伊你看我唔爱干嘛呢？你 of Taiwan 是本土台湾人 ，on Taiwan 是住伫台湾即块土地的人啊，含中国人都该算是啊。上海公报、美中建交公报、817公报内底中国人哎，台湾人写啥 ？The people。Off Taiwan， 清清楚楚呢。但你读国际外人，那你研究下，清清菜菜，马马虎虎了。其实这差偌济呢？差得太远了。所以讲吼，第二个重点，1895年清朝永久割让台湾给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前，台湾已经是日本领土，不是殖民地。战败后，却将领土台湾悬空割让。不符合战争法。我相信我上课甲各位讲过，伊写这嘛唔对，无上咱的课啦。应该是《马关条约》内底1895年的《马关条约》内底所讲一下，大清大皇帝加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皇帝对皇帝，唔是政府对政府啦。所以伊割给日本天皇。用二次世界大战前，台湾已经是日本领土。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是日本的领土，嘛唔对，迄当叫做殖民地。因为殖民地的国际法的规定内底才可以割让。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不可以割让。因为台湾是清朝皇帝伊的拓殖地，所以他可以割让。赶快伫马关条约内底。清朝的皇帝马士忠，辽东半岛啊，我割让给日本。
但是后尾啊，有三个国家出来甲反对：意大利、德国甲苏联。伊叫做日本的教科书，叫做三国干涉。伊甲伊讲，辽东半岛是清朝的发源地，叫做奉天。奉天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当割让。所以签了过几十天，日本皇帝阁签一个《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来献予清朝。但是台湾甲澎湖呢，是拓殖地，挂好人就是挂好人，可以割让。但是日本皇帝嘛真巧，日本的天皇将台湾这些土地摕到以后，以1937年实施皇民化，然后过来在1945年4月1号，伊实施宪法，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我们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因为这个宪法的实施，台湾这个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的人民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到今日拢总共款，咱这台湾民众上课上两年，我要到三年啊！啊，遐戆腿的民进党，遐戆腿的地方，甲即马才看有呢。但是即马看有还阁好呢，你的身躯边还阁足多人看无呢？恁看有无？家己拍手者，你即马开始看有啊！所以讲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啊，台湾已经是日本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当时。1941年12月的这个做7号那以前嘛，但那个以前抱歉，台湾这个土地还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1937年实施皇民化，1941年这个时候是实施啥内地延伸呢，到1945年才是变作日本天皇的土地，日本的领土在那个时候才是确定啊，如果变作他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都不可以割让啊！所以《古今川和平条约》，伊讲战败后将台湾悬空割让，没有割让。条约来较清楚呀，台湾并没有被割让。干那是第二条，一下日片来第二条发出来，《古今川和平条约》第二条，日片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你看，以这个来的。日本是代表什么意思？日本政府，不是日本天皇哦。阿妈讲日本，无讲代表日本天皇的时候，你也感觉讲很奇怪嘛？来，我阁提证明给你看。在1945年的9月2号，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签一个投降书。迄当阵，因叫什么人代表？一个叫做崇光葵。崇光葵代表日本皇帝。甲日本政府去签迄投降书，来你来看投降书。投降书内底非常清楚，你干那看，你就知影讲，你来看吼，来来，看白了，看白了，这个规个就是投降书的正本。来，你甲崇光葵甲摕出来，来，我看看下卡咧。哦，来，崇光葵下卡写啥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代表日本天皇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有无？日本政府，崇光葵代表啥？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这表示啥？天皇甲政府有共款无？无共款。天皇有所有权，政府有管辖权。你来看，足清楚的。啊，若中国国民党伫甲你，互你看教科书，人乌白甲你讲啊，啊，刚才甲你讲一下哦，啊，就崇光葵代表日本签投降书。不是啊，你甲看，所以你就知影讲，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来，搁倒转来，迄、那个《古今川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这个日本表示啥？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放弃啥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表示讲日本政府有权利放弃主权无？没有。主权都无在你的手头啊，伊要哪放弃？主权是啥物人手头？天皇啊，伊敢若管辖权啊，伊敢若会当放弃管辖权尔尔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全世界在各
国家拍败日本，伊惊日本国起来，安尼台湾唔通过联做会啊？日本境外放弃台湾的管辖权，所以叫警戒的条约啦。所以有人讲，这个条约就是割让，没有割让啦。跟他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而且台湾的管辖权，你看到这点哦，注意哦。1947年的2月7日，意大利条约23条有同款的文字啊，来你来看麦啊。意大利的合约啊，1947年2月10号23条，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索马利亚，喂，这个条约和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无同款的所在吧？来，你也看清楚啊，看清楚啊！这意大利条约 ，right and title， 来，去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旧金山和平条约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加一个物件，什么物件 ？claim， 主张啊。日本放弃主张，谁爱放弃主张？就是伊的领土啦，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啊，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殖民地的话呢，日本都无主权啊，所以伊无法度放弃 claim 嘛。所以你为这个所在，你嘛证明也出来，台湾就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日本政府。的国土，为这看你就看我嘛。所以你讲战争话有简单无？无简单呢。你要读足济呢，每一个条约甲摕出来比，伊哪样呢？有原因咩啊？啊，甲啥人甲你教？无人会甲你教。讲起来我算天才呢。甲你个俄罗斯，啊，今天我有哪想先？我有哪三？迄个暗皮想先？今天我足天才呢。啊，我来去看到这個，啊，我来搁看看，搁有法子甲分辨。我有啥想想，这是天做的呢？我不骗你，真正是天做的呢。啊，都看到嘞，哎，就为啥宿命呢？啊，都看到嘞，啊，看到我来知影嘞，啊，甲求证，有影嘞，我讲拢对嘞。啊，美国嘛惊起嘛，美国啊，这人什么人啊呢？啊，你是台湾受教育，那有可能讲，看甲遮厉害？啊，英语，我看个英语，我英语文化哦，足老的呢。我小学毕业，读的是初中啦，我们爱考试嘛吼。我是读台中啦，以前台中中啊是第一志愿，你怎么知无？高中是建中啦，啊台中迄阵是第一志愿，我是我第一志愿入面嘞。但我伫这个初中吼，台中的英语老师啊有够闹，迄台湾人吼，迄人的绰号我过去叫做乌龟，啊英语有够闹。我真正受的教育，他们讲啊，甲后壁我见证我看这物件哦，非常清楚。所以，我这个旧金山和平，我甲写迄个分析哦，你唔要去看，你去看麦啊。我甲你讲，无人会话到比我写更加好啊，我甲你保证，真正无啊啦。啊，你们把它拍手呀，你很值得你看。这个所在 ，right title 甲 claim， 为这个所在你也分析出来讲，台湾原来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索马利亚是殖民地啊！所以为这所在，你嘛看出讲，台湾就是日本，因为战争1945年4月7日，迄个宪法实施以后，都没有办法，我都改变了啊！所以来，搁倒来他多迄个文章内底，所以伊讲吼，啊，这二次世界大战前，台湾已经是日本领土，不是殖民地。掉一半年了，是讲4月1号，加是为殖民地跳起来做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咱这研究个遮尼啊深嘛，所以美国咱告美国哈，美国无多讲话，因为咱足清楚的嘛，要甲咱骗拢无多啦。啊，过来战败后，当台湾悬空割让，拍死没有割让，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能割让给任何人。所以您放心啦，放所有心啦，中国绝对袂摕台湾啦，我甲你保证。啊、哦，伊讲不符合战争法，所以叫一句话哈，真趣味。
伊讲针对日本永久的国土一部分的台湾啊，日本既然无法放弃台湾主权，也无法归还中国。我唔对，但是伊讲的啊，无对啦。我甲恁讲的，这是正正杠杠的法律，百分之百没有错误。来看第二条，二战的时候啊，中国属于中国战区，台湾属于太平洋战区，中国不曾在台湾发一兵一卒，却可以在开罗宣言要求收回台湾澎湖，虽然只是新闻公报，这不符合战争法。来，我昨日有叫您看一张相片，就是迄个中山等迄张相片，有啊？来，你也看迄张相片，来，你个迄个图出来，迄个也做迄张相片哈。内底甲恁刚写讲中国战区有无？歹势，唔是啦，唔是这张啦。迄个叫做中山等迄个投降啊出来哈啊，六环哈，六环加中国战区，哇，中国战区六环，中国台湾不是中国战区，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啊，台湾是太平洋战区，主要的战争的人是谁？美国，甲日本天皇。所以并不是中国，所以中国人无派飞机来啊！你敢捌听到咱的祖先、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甲你讲日本派哎不，即中国派飞机来轰炸，无呢？是美国呢？啊，那个是太平洋战区，啊，你讲你来交予中国，会使哩？中国伊派人来接收日本的导航，这个是可以的，渐渐话来有规定。但是接收导这投降两个字啊，你渐渐话来的呀，没有代表什么意义的，因为投降。可能在发生战争啊，哦，所以呢，来，搁等下迄个文章，迄个相片来，你有看哈？两边边啊，甲顶管拢挂美国旗，这足清楚。你以前绝对无注意啦，你以前有注意牙签，啊，以前无注意牙签，拢嘛无注意，呀，大家拢大目新娘呢，我嘛是共款啊，我读册我无咧注意啊，啊，课本印伫头前啊，无看到迄美国旗啊，啊，无怪啦，伊用乌白啊。你看看不清楚啊！你用彩色的哦，你要看啊足清楚的。你若用彩色给你看哦，你一定问你的老师讲啊，奇怪老师，啊那顶管挂美国旗挂三旗，很奇怪嘛？啊，你即马知影原因嘛？对不对？啊，台湾不是向中华民国导航，没有投降他们啊！啊，来看哈、哦，这个开罗宣言哈、哦，这第二点了，来啊过来。这下骹吼，恁家己去看，恁等于厝拢爱去上网，恁每一工拢爱到我们台湾民政府官网啊去看。我跟你讲，恁不要电脑不要紧，你有三千块的，去买一只迄个平板电脑，细细只呢。啊，佮用100块叫你的后生，甲你设定台湾民政府官网，啊，就卖叮当啊，逐天拍开，逐天看新闻啊，对不对？哎，好冇？真系假的？好啦，我讲恁家讲好哦，其实我看会到，恁有看无看我拢知呢。安怎讲？恁有注册对不对？我的电脑是透过，因为咱装的是在迄个啊做恁装的迄个电脑，我拢知影讲有几个人去看，几个人无去看。所以即马电脑足发达嘞，你有看无看，你免拢免甲我骗，我拢非常清楚。来，过来第三点，去哩，啊，第三点。古今川和平条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拥有台湾管辖权。因为上述两点，也不可能，也不必宣示台湾为其属地。这无唔对啊！古今川和平条约讲啊真清楚啊，第23条啊，啊这嘛真好啊。伊这文章内底写啥？伊的和平条约规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拢足清楚的啊。所以呢，美国民国跟你讲，台湾是我管的。古今川和平条约就有啊嘛，所以你袂当阁讲哦，外口都无看到美军呐、啊，迄是乡下人讲的话。现代人讲的占领，无一定爱看到迄个人。敢若你讲细厝，你敢有定定看到厝主？头家你敢有定看？无呢？有当迄两年嘛看无，伊要签约的时阵，甲你来签的，啊，你支票开予伊，伊袂阁出现呢？所以你不一定看到厝主，表示讲你袂当讲我无看到厝主，所以这间厝就不一定是伊的。无同款，你逐工你逐个月伫交钱呢？安尼台湾嘛同款啊！你台湾总统要上职，
多爱伊个贺电，迄什么意思？哎，啊，不要讲伊要承认，伊要助你嘛，互你用嘛。过来第四点，以上三点约制约啊，使台湾地位未定，欸，这一个问题啦。那意外跨换呢？台湾不是地位未定，台湾地位已定，但是定在哪里？日属美战，属日本天皇的，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好加在咱六十年后，咱发现，咱甲美国讲：“喂，你美国要甲管偌久啊？你总袂当甲占领一辈子吧？啊，你来占领还可以，你阁叫中华民国来占领？”啊！中华民国佮生甲阮差不多咧，而且生了差不多的人哦，佮咱骗啊，互咱叫是讲咱甲伊共款啊，伊叫是讲伊甲咱共款啊，其实伊甲咱无共款的。所以咱所读的书拢读唔对个，就是因为读唔对吼，所以咱真困难，要叫大家上一个课啊，足困难的。叫是讲咱拍带，其实唔是啦。哎，我想到一个。精神病、精神医院的医生呐，伊逐工伫甲迄个精神医院的迄个患者，你甲看。啊，那有精神病拢会带你来，对不对？啊，有一届，伊感觉一个患者吼，伊用差不多啊，啊，奇怪拢无爱出院呢。啊，伊甲问讲，啊，你也袂出院？迄个病患者甲伊讲哦，啊，医生你都唔知啊，外口哦，所有人啊拢笑诶。你听，你看有意思啊！即马台湾差不多即款情形啦。咱是真聪明，咱已经来遮读册了，咱知影。但外口一堆笑的呢，所以你嘛卖受气。你若甲人讲，人甲你反对，不要生气。你甲动作，啊笑的对。迄不是我讲的，恁讲的哦。无唔对啊！你有读到册，你清楚。啊，无读册的人真正袂清楚。后来，但背后有一个 mastermind 的运作啊，使台湾地位未定啊，拥有台湾的主要占领权，模糊台湾地位的焦点，是美国最大的基本利益的原则。美国就是安尼啦，以台湾关系法啦，你讲个足清楚的。美国保持模糊政策，干那安尼干安尼，你干嘛更干懵？台湾不可以独立，台湾不可以加入联合国，台湾不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他从来没有跟你讲台湾可以加，可以怎么样？啊，你看酷无？足酷的，从来唔捌跟你讲啊。但是咱即摆个过，就是讲你必须说什么了。过来，美国政府啊，所以不明白宣示台湾为其尚未合并的海外，其实不是海外领土啦，变成领土的时候，不是海外的未合并领土啊，只有占领而已啦。啊，这写唔对的，伊讲的这个是我以前拄啊上开始所写的论述，迄阵我就是讲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后尾发现讲，人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有宣布迄个宪法，就已经变作唔是海外的领土啊。所以吼，美国参加了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宣言，虽然不一定爱遵守伊的义务啦，但是中国常常都伫甲闹啦。啊，伊为着要吊这个中国，所以呢，伊就不爱甲你讲啊。但是伊中国人较歹咧。美国就打抗硬呢，伊拢无爱发多，啊！伊飞弹要甲你试射，中美国就马上派两架航空母舰头尾甲你搞咧，原因伫遮啦。第五点，台湾地位未定，使得台湾人得以在美国及台湾关系法保护下实行美式的民主法治。那光这点我是无赞成啦。那有实行美式的民主法治吗？美国嘛，安尼讲，我讲无啊，咱当时有，咱选举敢有公平？不，卖讲作票，要过比作票更加恶劣，嘛不是？什么话上恶劣？敢知啊？咱只捌参加选举的举手，无啦，不是选举红选的啦，红选的举手，啊，
你有去宏算对不对？你有摕着三十块无？有吧？有吧？有吧？有啦哈！你有声音对不对？好，哎，是啊，咱邓票给伊来服务，咱就爱搁给伊三十块。全世界无这款的制度呢。照道理来讲，咱邓票给伊爱，让咱行路工才对的，干唔是？啊，无给伊行路工，刷哩，搁多爱三十块给伊。所以咱若每一摆去邓票，咱就那邓一个总统的票，咱就爱了来的230块。三十块给候选人摕，啊，200块是安怎了？你知咩？给政党50块，一年50块，四年都要200块，看夭寿无？啊，所以你甲民进党讲，唔通去选，伊等到甲你骂。啊，我无去选，你是要转到中国国民党吗？啊，要国民党调了了吗？我甲你讲啦，和中国国民党当选还是啊，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当选，拢一样啦，够有差？两个拢中国嘛？我上课跟您讲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啊，跟我无同款，啊，就拢骗咱只台湾戆啊，咱下世命去啊邓票，啊邓票安那，因等伊的寿命害死咱家己啊，敢毋是？一年2011年12月31日，咱的忘年会。你跟美国就甲我讲，你叫恁人卖去邓票，我甲大家讲，唔能去邓票好唔好？好，哦，千古一言。无去邓票，野手拢野手呢。当时我甲宣布，美国甲我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12月30日要宣布啊，啊，1月14日投票，结果呢？结果呢？马英九真正赢蔡英文79万几，差一张票呢。啊，有准无？啊，你想，迄天迄一千个有去登票无？有无？有无？你唔敢讲呢？我唔敢讲啊！绝对去登个，我跟你讲，这表示讲，伫外面头前讲的拢一套啦，啊后壁拢一套。你台湾人看落苦日咯。所以美国甲我讲啊，你林某某，你台湾民众哪法度让台湾人的投票率降来50%，伊美军就一败。我讲我无法度啦，台湾人最爱选举的啦，会调也算，未调也算，反正都有30块好通摕啊。所以我已经放弃，讲叫人卖去登票的这个代志。干脆，过来甲告美国，较紧啦。但是美国讲你唔能够甲告安尼，啊你若告吼，会甲你拖呢。啊，小我真真困难呢。当然啦，拖是另外一回事啊。我烦恼是啥？无钱啊！会告美国爱钱呢？美国律师讲一点钟够是500块美金呢。迄一天，咱扣一个30000块，好不容易交予美国。啊！我叫两个人，甲美国律师对谈，讲要过来告美国，讲2点钟够尔呢。美国那边派三个律师，我这边两个人讲讲，2点钟够尔。美国翘单来一个看，30000块拄啊好。你会惊死我！甲你讲，所以吼，美金嘛，当然是美金嘛。哦，你想我代表啊？所以我甲你讲吼，无啦，90万尔啦。但是我可以知影就是讲吼，美国的官司吼是非常的贵，若无办案吼，要提出告诉吼，爱足小心的。凊彩一讲一了话吼，哇，拢无你即马写写对不对吼？诉状写写，寄去美国，美国律师给你读诉状啊，爱钱呢。伊读一点研究，伊给你收一点研究，啊，我想讲，多开心嘛，讲讲，这样那无合理啊。啊，文章我写，你甲他读，我都爱讲好阿字，爱字。啊，伊嘛甲讲一个代志，你讲哦，这是啊，这第对一本册第几页内底写遐，哦，伊去找，啊，这找来看看，甲你搁甲你讨钱呢。伊看册爱字，哦，所以哦，我感觉美国做律师袂歹呢。
买知影我要来美国做律师，有够上重啦，吼，真正有够上重啦。啊，律师是遐专业，啊，但讲就专业，遐律师我无外专业呢。正话正话拢唔捌啊，啊，唔捌真是忝，我著为头家教去。啊，教会晓的时阵，伊即摆话伊捌正经话啦。啊，但是我开钱开一大栋，所以咱想的无啥公平，对不对？对不对？哎，恁歪替我讲话，对不对？告律师啊！告律师，咩人家告？哎，你该教正经话。啊，无多啊！啊，你甲教你无多，你爱请伊啊，你着无你着无牌啊，伊有牌啊，无多。来，搁讲，用台湾地位未定啊，好比讲伫台湾的关怀保护下，也算实施啊民主法治啊，没有民主法治啊。讲选举比选举的人会当摕30万，哎，三十块哦，迄就是已经无民主。我甲美国讲，美国歹相信，我立场好吗？全世界无迄款制度啦。后迄个比选举的人会当摕30块，啊，选举的人立即就点。啊，所以我讲，伊给伊30块哦，啊，甲你买票，你是讲世间有这款好的代志？啊，台湾真可怜呢。古早是一包米素粉就倒啊咧，即摆有较好啦吼，听讲有迄个5000块还是10万块啦，有无？有无？啊，捌收过牙手？你唔敢牙手呢？啊，捌收过钱牙手？坦白来，你若无牙手吼，啊，真正收着，我讲你会巴肚疼，我讲，捌收过钱牙手？好了嘛，终于举手，啊，我也未甲你翕相啊，你烦恼啥？啊，未甲你吐，我靠！足多人收的啦，而且足奇怪哦，我台周围哦，无人敢送我。逐摆若你送哦，隔壁有，这边嘛有，哎，个个我无嘞，都难过呢，足巧的呢，哈，因为足巧的，所以这买票要有技术的，哈，唔是讲凊彩大拢有。来，过来第六点，过来，美国已同意让台湾以独立关税领域加入 WTO。世界各国，包括中共，都已经接受。来，什么一个关税领域？李登辉嘛，甲我问。前啊，迄当阵台湾加入关税领域的时阵啊 ，WTO 啊，世界贸易组织啊，用这个关税领域，为什么？李登辉甲我问啊，哎，你们说，啊，这个关税领域这是什么意思？我讲这真简单呐、啊。这就是伫美国含这个墨西哥的战争，然后有一个港口去予美军占去，遐生意人唔知影讲钱，这个税金要交予美国还是要交予墨西哥？啊，这生意人全向美国的法院提出告诉，美国的法院判决，这个港口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啊，台湾。去予美国占领，台湾是啥个？日本的。即摆暂时甲日本分离，所以叫做分离关税领域。但是这分离关税领域，再加上金门甲马祖这个四个所在，都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恍然大悟，你认为哦，原来就是安尼。阿爸讲，啊，这不是你叫蔡英文去签的吗？啊，蔡英文无甲你讲吗？又无诶，蔡英文也不知道呢。啊，那不知道那里签，啊，美国叫伊签，伊就甲签。中国嘛，知影讲台湾是独立关税领域，中国是占领区的名称啊，所以中国人甲即马台湾只中华民国，拢咧甲恁算计啦。伊拢知影啊，台湾的地位一清二楚啊，但是拄到咱台湾只个戆啊，就即都无法度呢。即马这论述讲出来。买一个人要不爱相信呢？够可能？嗯，啊，林某某讲是对啦，但是做未到啦。我想来做未到，迄支笔写写就较高，较做未到，钱嘛免开，哎，爱开一寡钱啦。那叫你来参加告诉，到出钱，你要出无？这细声呢，免烦恼啦，已经够了啦，别个叫你出来。啊！你啥你都唔敢讲呢？叫你出，你要出无？嗯，这是真呢。我跟你讲啦，台湾人都足够吼，
话拢足大声啦，行动无半实啦。哎，啊，因过了，美国甲你扣钱啦，对不对？对啊，美国甲你扣钱啊，所以你做代言那有啥物关系？袂啦，美国甲恁讲叫恁出啦，恁拢已经吼足好运诶啦，恁来遮上课吼，拢足便便诶。咱拄啊两年前来去上课，无冷气呢，天气足冷诶呢。啊，对，你有看无？热起是热到要死，啊，无电风，迄阵拢无电风呢。啊，是这是经过吼艰苦的奋战呢，无电风，无冷气，啊，外口诶，土卡。是落寡霾呢，即摆拢停车拢啥拢足方便的有啊。后人在享受呢，迄阵我伫底下预言，我民进党第七十期以后就会开始来上课。今日看到这篇文章，各位差不多要到啊啦。但是呢，事情要变烦恼，伊这个批内底。讲叫我都爱去甲潘明敏讲话，甲迄个啊，做谢长廷，爱要发动讲一人一张票要写给我啦。我敢讲，我要甲伊讲啥？我已经甲伊讲，恁来先上课，上初级班，再上高级班，啊，照白，有一个政治伦理，对不对？对。让因来做咱的学弟学妹，安尼好唔好？好。你。这就是政治伦理啦，对不对？对啊，所以这帮客人来上课，啊，拜托你跟他讲，谢长廷是我的学弟，蔡英文是我的学妹，趣味吧？这个时代哈、哦，轮流转啦，哈、哦，时代轮流转啦。来，美国一再宣示哈、哦，要维持台湾现状，嘛是对台湾人上有利的状况啊。所以下骹有迄、那个有遐有几个哈，来过去，恁等于恁家己看红字的部分。美国政府跟美国法院一再告诉，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无政府，嘛是讲中华民国唔是本土台湾人的国籍，中华民国政府唔是本土台湾人的政府，这是啥物人？逼美国讲的，林志兴啊，2006年10月20日告美国。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判决啊，5点，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啊，因为外国没有国籍哈，啊，所以我有人就给搞呢，马上听到讲哦，啊，那我们是日本国籍，我们是不是日本国籍？是不是？你唔敢讲，我跟你讲，咱唔是日本国籍，咱是大日本国籍，大日本跟日本无同款呢。即卖日本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有共款无？无共款啊，宪法无共嘛，宪法不一样啊。所以咱若要申请国籍，爱去告向日本天皇，但日本天皇何里袂告诶？啊，所以咱来等，好，咱来等，等到美国将台湾献给日本天皇，迄将军日本天皇任命总督，台湾人马上会去宣布讲大日本台湾国籍。唔是日本国籍啦，所以你免烦恼啦。有人因为咱受着教育吼，讲日本窃占台湾对吧？啊，日本偷摕台湾，啊，我讲我老爸咱偷摕，免烦恼，我袂让你变做日本的国籍，是大日本台湾国籍，是无同款的，啊、哦，这国际法的规定的。这个五点就是2009年4月7日。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来，搁等下查出迄个文章。即你来看哈，台湾人需要在维持台湾现状下，先成立一个预备政府，因为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的政府唔是政府，台湾独立关税领域的自治政府，在美国军事政府保护之下，引进美式的民主法治制度。号召有理念超过500万的民众加入啊，经由非暴力、无冲突、安全无危险的途径，就可以汇成一股和平理性守法的力量，
向国际发声，请求支援、加支持，并适时开放、开始政府功能的运作，以同时虚极化马桶、马桶帮、流亡、帮、流亡帮派、恐怖主义的非法集团，什么人会当完成这个代志？用平民命啊，众望所归。谢长廷有500万的理念票，林志兴先生有足够的法理基础，而且已经成立民政府。只要平民命先生、谢长廷先生、林志生合作，可以完成。请三位为台湾人打拼吧。这样、因长公布今日大气方顶，我马上分到咱大家。恁等于吼，那有民进党过来乌白讲吼，摕这篇好看。恁民进党的网顶有这篇，你去读看卖啊。我来受训比你较早，你阁不爱受训，你个我你个倒亏啊！啊，你不爱受训，你也袂赴，我跟你讲，对不对？你也袂赴哦。即马火车你开哦，我已经坐起了，我在高铁哦。您得爱搭着买房车啦，啊，咱即马有真济吼，拢搭无着车。我甲各位保证一点，台湾剩这条路好通行尔啦，无啊啦，已经无路啊啦，真正无路啊啦。因为有这条路在行，所以中国无法度欺负台湾啦，美国嘛无法度欺负台湾，日本天皇还阁小可有可能，那是人家的土地啊。但是咱当年去甲接收，伊就袂甲你袂讲话啦，对不对？对咱后届吼，国际班的时阵吼，那这查甫的同志，我是鼓励恁吼，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吼。查甫的同志，查某的同志哦，我甲恁鼓励，恁今年10月20、21日去日本，你去日本去享受讲吼，迄日本人对咱的尊敬。啊，知影讲吼，咱讲的这论述以后吼，我甲你讲，真正拢甲你比一记的。咱唔是干呐解救咱台湾本身呢，咱嘛去解救日本人呢。日本人甲即马才会让来了解讲，哇！原来日本是美国占领地的奴隶呢，现在是美国人是做的啊。那一个国家哪会当无迄个军队，干呐有自卫队？日本的武器是真强，迄无话讲。到即马为止，还阁比中国更加强。日本的航空母舰，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以前，你知有几台？29台。29台呢？中国有几台？哎，即马无半台，迄只是假呢？迄只是吼海上旅馆呢？啊，我听讲航空母舰顶管无飞机诶。现在无飞机，伊迄个拦截绳啊，伊无多做。你有看，因为人乌克兰做是可以，后尾伊乌克兰将伊迄个做引擎啊，拢炸掉。啊，后尾炸掉了，伊才去倒诶。啊，当然无同款啊，迄是吼吓咱台湾人尔啦。所以你甲看吼。全世界有这个航空母舰的国家有11个啊。那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哦，那无3台哦，无效。因为一架航空母舰开出来，一年内底唔免都倒转去，但是倒转去拢爱经过半年的维修，所以你若无3台的轮胎，你等于没有航空母舰。这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常你讲吼，有人会讲啦吼，啊，美国即摆欠中国足侪钱诶，啊，是毋是美国会将台湾干脆卖予中国？会啊未？绝对卖，因为战争法有规定诶，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当然啦吼，美国是真无好啦，
美国副总统去访问中国的时阵，在北京大学，学生也举手甲问：“请问美国，你们美国欠我们中国那么多钱，你们会不会还？”问了好不？真好啊！伊副总统甲回答：“我告诉你，你们放心好了。”我们美国欠你们的钱，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我也好好的保护它。学生也足满意啊，拍手啊，吼、哦，真好真好，啊，表示也行嘛，对不对？对。但是当场有迄个迄个中国的一个空军的上校，伊讲我听听哦，左听右听都不对劲嘞。嘿，哇，我等于找手是呗。巴肚内底一块肉，第一我无多用手甲你握啊，啊那互你放出来，变成啥？米田共啊！啊伊讲啊嗨啊，未行。啊所以即马中国伊甲中国的迄个财政部建议哦，我们不可以再让美国积欠这么多钱。为党讲了，美国发行公债，伊甲中国讲。我指定你中国要来买公债，买买偌济，几千亿。中国，你想我讲哎哟，我不买啦！你欠我这些钱，我来买买。中国伊家己讲，美国计量硬甲讲，哦，你不爱买啊，安尼无要紧，啊，无我家己买。美国我家己买嘛。计量讲的时阵，啊，未天光的，财政中国的财政部部长出来讲，等一下，我买。为什么？伊真想啊。你美国要自己买，表示啊，印钞票嘛，一印钞票，啊，美金给你愈印愈多，啊，就愈薄去啊嘛，啊，薄去，我本来欠这些钱，给你薄去，本来是欠十块，啊，给你印钞票了，那币值就降落啊嘛，啊，无代无志了钱，伊才买，啊，我自己买，所以为迄种人到即马为止，中国每年的。那个欠那个，啊，这美国欠这个中国的钱啊，每年增加，啊，你看有趣味无？啊，我中国嘛有真巧呢，中国安尼，啊，无安尼，咱卖用美金来做安尼外汇，咱来用欧元，足歹势，欧元倒闭，够衰，搁倒来美军，哎，来来去去损失足侪钱。我老早上课，我有甲国际班的时候，我有甲各位讲过。我美国，因为我捌问，我赶快问过美国啊。我美国来讲经济足歹，安尼变啊？伊在咧笑啊！你放心啦、啊，我美国若无钱，我都 QE1、QE2、QE3 啊。什么叫 QE1、QE2、QE3？ 印钱啦！我若无钱，我都印啊。哎，足奇怪呢、欸、！QE1、QE2、QE3 印落去吼，美金够拨落。无呢？你捌听到美金博无？无呢？那只搞，那只搞，因为美国到后壁过一招，经济无好的时阵，我一年前就讲啊，美金改变颜色，换做红色的。我老早讲，我一年前讲啊，我唔是即摆才讲，顶个月美国公布啊，美金要变红色的。你有看到无？有看到这个新闻的举手？啊有啊哈！啊，你拢一直唔知影，我想来变红色，啊，都好色，那边变红色，要怎？想来变红色，要为什么？安、啊、啥？哎呦，无你惊偷印钱啦！我跟你讲，印作红色以后，乌钱、未毒、未军火的钱，拢走未出来。所以我给你规定，两年内底你若无钱甲换转去吼，拢无效，足厉害呢！那印十块吼，只不过存六块尔啦。啊，你美金哪会报？哪会报落去？未报啦！所以美国永远嘛赢。我讲，咱台湾遮尔啊随便喏，咱来用头脑啊，对不对？咱台湾民政府后摆执政的时阵，咱咧发行正台币、正台票的币值
跟美国挂钩，一起靠，弯起靠，你去我去，你落我落。啊，你讲啊，我遐新台票要安怎？你拿新台票，咱甲宣布，一块的正台币，你爱用400,000的新台币来换。啊，你有诶拍手拢拍假啊，你也毋知影原因呢？1949年6月15，听好清楚哦。1949年6月15，中华民国印新台票一块，敢若换40,000，有无？有无？有，恁讲有嘛假？恁也无看过啊？你有用过？啊有啦，你的汗毛才白，有可能。来，你来看，你来看，这证明伫遮啦。咱台湾人的钱票换了了啦。一块换40,000，这是缺口的呢。我算算的，好啦，你敢一块换40,000，我还敢换倒转来？台湾民政府执政，换倒转来？啊，加利息。所以你40,000甲我换一块，还、啊、有利无？但是你有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诶，一块换一块，安尼好唔好？恁伫派出所即卖才是真诶啦！上台讲好哦、喔，心内了嘛，唰唰。我咧无代无志，我即卖我转转到40,000才变成剩一块尔。因为你若准时。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甲你以中国人打扮，还有你无？所以你甲你周边人讲，你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提出证明来，伊若提就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歹势，中华民国顶管下中国，啊！你中国当时用一块甲换40,000，所以我若执政，我要甲你换倒转来，加利息。啊！国民党遐高干。上先，我袂讲人名啦，因为讲人名吼，人在人家讲，啊，你还讲人名，没错，人家你派人家你暗杀，我袂讲人名，那些高干吼，40,000换一块，你讲好唔？因为你拢好嘛。咱台湾民众话，后摆是无同款的制度啦。咱后摆呢，迄天咱今日昨啦有动心去甲问啦，吼，啊，伊是。做迄教个什么员？什么辅导员？副教师。伊无虽然无上咱课，但是嘛赞成我的讲法。啊，本来台湾民政府实施两种的刑法，一种死刑，另外一种叫鞭刑。我奈着讲你犯罪，我着搁请人甲你告，啊，搁请人甲你煮饭互你食，啊，搁请人起厝互你住。我不哩遐戆啦，来鞭刑，你也看一下鞭刑嘞，来，予咱大家参观一下。我讲我一定是死哦，你有看无？还尻川白只白有啊，白出出有啊，拍落去你看啥啥物型？来，甲拍落，好嘞。我甲你讲，若拍落去吼，你叫伊犯罪，我看卖啊啦。但是吼，袂当拍超过5个啊，5个会死啦。啊，所以变啊，真简单，超过5个吼，暂停休一个月。等于出去高油啊，一个月以后好啊嘛哈，过来，搁拍5个，搁等于出去搁高油啊，犯罪哈，那犯种安尼拍你几摆哦，我劝你自杀算啦，绝对足痛苦的啦。那这个实施落去，你想台湾还会犯罪吗？不会，不会啦，无人会犯罪啊啦。你有赞成无？拍手。这拢翕起来哦，你拢赞成哦。你是搞哦，卖甲马讲吼，啊，林波哦不顾人权，你拢赞成哦，对不对？嗯，好，一定是死。啊，那所谓监狱啊，拢变成观光饭店。哦，啊，算多一间爱偌侪钱，啊，本来宏观是免钱，就去大拢爱钱，袂歹咧吼。我是一直讲吼，要让台湾吼后摆变作一个中立国。全世界即马有两个中立国，一个叫做瑞士，搁一个叫做梵蒂冈。按台湾伫亚洲，咱一定会当变作一个中立国。啊，中立国呢，我想讲要让这个医疗
一个医疗国，所以医疗恁通啊足好诶，病院拢起啊足水诶，环境足好诶，全世界有钱人拢想要来台湾医病，安尼好唔好？啊，咱台湾人当然看病拢免钱嘛，啊，你们大家要破病呢？迄阵你就未破病啊，啊啦，空气好，环境好，无人要破病啊。医疗国啊，过来，咱们做些农业、精致农业的大国。我想讲，这中这个精致农业的大国，因为我去食的是本来水蜜桃、水蜜桃啦。要是去年我食一个水蜜桃500块呢，啊，我500块，我看到咱的台东的迄个啥，迄个叫做石刻，足水呢，超一个囡仔头遐大粒呢。我一粒我多食，啊，一粒才偌济，几十块呢。我替这个农民哦，可怜啊！现在真的水蜜，那个石刻袂当甲水蜜桃同款，其实就要怎樣要泡沫嘛，要推销嘛。好的时阵用专机甲送去日本，咱甲日本签一个约嘛。啊，咱后摆日本是咱的小弟啊，我上课有讲过嘛，对不对？两边，咱也给伊物件免税，因给咱物件嘛免税。因荷兰物件免税真好，因为迄饭足好食，日本米我最爱食，哦，足有够好食，我无甲你骗。哎，那球底的啊，真正足好食。我吼啊，讲这实在是，无要紧啦吼，讲一寡浪费5分钟啦吼。我伫日本读册吼，食饭的时阵吼，拢无配菜，干那迄个饭你就干嘛作战嘞？我每读册的时阵，迄阵读册的时阵30几岁呢。我每一摆若要倒来台湾吼，我拢排米给阮妈妈呢。什么物件无买，拢买米，啊米要求重。但是我妈妈足欢喜的，啊，伊日本时代有经过嘛，啊，啊米确实蛮好食。咱台湾都爱鼓励吼精致农业啦，即摆农民是上可怜啦。后摆一定吼要帮忙农民，由政府呢出钱改买。你用免提去市场买啦，政府给你买啦。啊，即摆呐，即中国人伫咱台湾咧花吼，实是用要吐血呢。我看到报纸，大同油90%拢假，真正系吐血呢。90%的产品拢假，花生油内底无花生，辣椒油内底无辣椒。台湾这晚是变成什么社会啊？哈？啊，胖达人也是同款，做胖拢用香精。台湾已经不是台湾人啦，我跟你讲，真正不是。好，甲咱台湾民众坚持理想、坚持理念，咱来替咱家己拍手啦。那无台湾人民政府啊，我跟你讲，台湾死去啊啦。我刚跟你讲这句话啦。这就是我是怎啊，才坚持的。我真正足坚持的。啊，讲了万谈，来继续。哎哎，文章都无去啊。好啦，要紧。迄文章吼，恁等下等伊出来看。会使？因网络的文章啊，恁家己去看，对不对？啊！要承认，要看爱看，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过啊，70集以后，我甲你保证，坐伫遮真侪拢是民进党的党员，绝对的啦。但是拢是恁的学弟，恁会记呢？恁是68届吼，啊！因为咱注重一个叫做政治伦理啊，政治伦理啊。你袂当讲后来讲要做较大，无迄个代志。叫白，赶快排队，赶快来排队！你听我讲，我给你保证，那我伫咧啦，我给你保证，叫政治伦理，免烦恼啦。70集要算真早咧啦，后摆讲不完嘛，几百集的啦，所以你免烦恼嘿啦，吼。我即马要阁继续来甲各位讲，就是讲。当然，先介绍后礼拜哈，后礼拜是高级班。你若有时间，我建议你也来受训。因高级班那结束的时阵哈，就会当
摕到这个叫做结业证书。这结业证书，咱有开过会，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永久任用证书，但是四天而已而已，不要超过四千位。你若愈少年来受训啊，你享受的机会愈多啊，就是后摆变做因现主席中华民国的老啊，活愈久，领愈多。啊，但是迄阵吼，你若有一天吼，做甲有够侪年啊吼，你无良话通吐槽。啊，这是甲各位先提出警告。但是呢，咱台湾后摆变哪行？你唔通就是讲你来读法律，了你就知影台湾变哪行？我阁讲一摆，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你若要安怎行，爱问日本天皇。日本天皇现主是受《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美的控制之下，伊暂时袂当表示意见。但是伊已经甲你表示甲真清楚啊！伊日本天皇皇族卖土地予人予别人，所以中国想要甲买土地没有机会。啊，无机会，过来就拢咱个啊！咱爱来甲日本天皇塞奶啦，拄啊好啊，就接受啦。二三伊个生日，伊八十岁啊呢，无简单呢，你活几岁咱唔知，希望讲。伊要去甲上帝见面的以前，咱会当达到咱的目的，安尼好唔好？好。尤其是中国甲即个做，迄个啊做奥巴马已经讲过啊，中国已经答应奥巴马讲，他们也要做法理，要行法理。所以奥巴马甲习近平去见面。见面八点钟久，迄阵我伫注意讲，八点钟久，两个查甫伫咧农场八点钟久见面很奇怪呢。你讲查甫八点钟久无了无够，啊，两个查甫见面八点钟久，到底你讲啥？我来注意，伊等于中国以后，随去广西访问，广西的日报出一个新闻，你甲看，伊讲吼，帮广州日报啊出一个新闻。用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各位，这句话内底有玄机呢？什么玄机？不会再让任何人牺牲生命。所以各位，以这句话已经向咱台湾宣誓，我不会向台湾动武。我给你保证。我跟你讲哦，台湾会当。到今日吼，维持真好吼，啥物人讲了，你知无？无啦，莫我白讲。毛泽东啊，是安怎毛泽东救了台湾，你知不知？因为开罗宣言的时阵啊，蒋介石有跟美国跟英国讲：“你如果把台湾交给我，我就不会去侵略。”其他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可惜，讲了无牢固。1943年讲了，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了后伊来占领台湾。1949年，啊，1950年韩战爆发。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韩战爆发的时阵，毛泽东。挥军进入南韩，进入北韩，朝鲜呐、啊。所以美国马上伫联合国1950年12月，佮提出一个控诉，讲中国侵略朝鲜，表决通过。表决通过意思是讲毛泽东已经违背蒋介石当时不侵略其他国家的诺言。所以从此以后，开罗宣言无效。何解在呢？啊，我相信伊做梦都无想到。所以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以后啊，他们讲27，杜鲁门宣布
台湾地位中立。1951年9月8号签约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就是安尼来啦。啊，无险险啊，真正台湾去交中华民国去。所以呢，我们要去感谢毛泽东呢。当然，放在心内就好哈。讲出来你会向爸爸来讲，人家讲讲话很可恶，你感谢毛泽东。但我讲拢属实。哎，咱今日讲起来吼，中国共产党有台湾人无？有无？有无？你若这紧就回答，你歪小想咧了，无啦。啊，台湾人上台，中国国民党台啊。啊，你今日你切中国共产党，安尼敢有合理？因为你的教育嘛，万恶的共匪，未去中国。啊！警卫海关，哦，你是共匪，真正有人去讲呢。遐嘛，遐咩嘛就袂当转来。你我讲台湾人吼，足可怜的，我无骗你。迄头脑拢去用洗卡吼，洗卡戆戆戆，去到底吼，为了啥咧？我袂讲，拢无咧想呢。但是吼，咱国讲都转来。啊！台湾人好佳哉，有咱这点戆人来读法律。我跟你讲，即马美国、中国上界惊对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啦，因为咱跟美国讲，一切照法律的呀。法律什么人定的？你美国定的呀、啊？你定的，你都要遵守啊，敢是？所以我跟你讲，咱一定会赢。时间也差不多啊，吼。我看爱好各位休息十分钟了吼，啊，咱的节义师吼，要咱的议长吼，咱的议长是我足钦佩一个人，吼，啊，上话真好，啊，虽然身体无好，伊嘛那种拼命嘞，我真足，我是感觉足甘心的呢，啊，大概都爱为台南坐高铁来呢，啊，佫坐高铁等于呢，台南人嘿，啊，坐高铁来回呢，啊，佫无钱的呢。啊！要食饭都爱去赚出钱呢，真正是全世界即款戆人无济啊啦！加鼓励者，来，咱来休困十分钟，再过来上课。等你，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Oh